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18年12月15日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集市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集市网以及集市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夜间，全省晴转多云，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雪。今天我省各主要城市和地区最高温在2度到零下4度之间，长春多云，最高温为0度，最低温为零下11度。好，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吉林省紧紧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突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注重发挥玉米、水稻两个黄金带优势，转方式、调结构、稳产能，打造天下粮仓肉库，既为端稳饭碗、丰富餐桌提供了基础支撑，也为农民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提供了重要渠道。走进梨树县芦苇农机农民合作社的农机库房，一排排农机器械排列整齐，春播用的免耕机、深翻机，除草灭虫的自走式喷药机，秋收用的联合收割机、玉米脱粒机。看着眼前这些个大家伙，芦苇既兴奋又骄傲。社会在进步，科学发达，所以农机现在也都是一些这个先进的大型农机，所以现在就是一台农机干的活就能够顶，就是说的100人干的活，所以现在没什么，我们合作社发展到现在，就是以集约化作业为主，现在就是算是54台套。如今在我省，农业机械化的普及正带动农业生产的效率变革。今年12月10号，国家农村农业部公布了第三批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名单，梨树县位列其中。播种基本是95%以上都是精粮播种，高效质保现在基本单都是自走式的，而且是都是16行、18行这样式的，18垄的，你敢是后期的收获现在基本上，人工和收获的很少很少，基本都是大型的收获机进行收获。2018年，我省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2.048亿元，创建全程机械化示范区130个，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6%，比2012年提高16.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20个百分点，处于全国第一梯队。曾几何时，吉林的农产品有过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经历过货好价不好的无奈，也有过沦为别人原料基地的伤痛。知不足而后勇，知短板而赶超，吉林人卯足干劲儿，奋力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念《山海经》，唱林草戏，打豆米牌。我省各地深挖大米、人参、鹿叶、食用菌、杂粮杂豆等特色优势资源潜力，打造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响了一个又一个响亮的集字号品牌。尤其是中高端大米，我们吉林大米最高的价格已经卖到100元钱一斤，平平常常的我们都10元钱左右了，所以对我们农民的增收是有很大的益处的。亮眼的不只是吉林的特色农产品，传统农业依靠科技力量变身，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插上了智慧翅膀。运用吉林一号卫星遥感数据资源，建设农业卫星数据云平台，开发建设包括田块测算等16项应用系统，实施国家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范工程，标准化信息服务站达到8100个，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农村电商村村开花，还攀上了高枝。京东吉林馆、吉林大米馆、开里网等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助力全省农产品成交额突破23亿元。最初的可能每天几单的销量，到现在基本上几天持续在
100单左右的销量，回头客特别多。像咱们整个的销售比较好的区域还是集中在北上广那边。在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的道路上，吉林粮食综合产能连续4年稳定在700亿斤阶段性水平，总产位居全国第四位，单产保持全国第一位。用占全国4%的耕地为国家提供了10%的商品粮，同时着力在农业生产规模化、耕作方式机械化、种养结构优质化、科技支撑信息化、经营模式企业化、新型农民职业化上做文章，力争到2020年在长春市和其他9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及市州城市周边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2025年全省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凭借88战略这把金钥匙，浙江打开了一扇高质量发展的大门，让我们走进有故事的浙江人，借鉴浙江的发展经。12月11日起，738早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吉林新闻联播、好好学习、吉林网络广播电视台、即时网即时通手机客户端、木耳 FM 手机客户端同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勇立潮头看钱江》。在浙江省义乌国际商贸城，虽然仍是人头攒动，当地人会说跟以前鼎盛时期比已经冷清许多。一份从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的数据显示，平均每个月有1039个店铺关闭。可再问更多的人，他们会说没落是假象。当传统商业集聚模式受到互联网加冲击时，义乌人早就拿出电商换市的办法积极应对。线上线下跨境发展，化身全球电商，义乌跟世界贴得更近了。今天的勇立潮头看钱江报道，创在这里看义乌，听一听这里的转型蝶变故事。这个我们都是打包好的，贴上命单的，到时候是整车来拉的。我们大概一天这样的发几000个吧。忙累乐此不疲，一个首饰盒利润微乎其微，那么几万几十万件呢？潘真一家年超1000万的收入，线上的贡献就占到90%。慢慢的做，5%、10%这样子慢慢的累积。现在到现在基本上是我们线上的交易基本上达到90%。我们现在电商国内跟国外都有。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10年，立足未稳就遇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大麻烦。汇率跌得很快，跌得很快以后嘛，基本上我们就是当初的订单定下来的时候有钱赚的，到了出货的时候就是亏本的。一筹莫展时，潘真义想到了当时刚兴起的淘宝网购模式。有客服好像给我下了好像10000多个首饰，好吧，一下子打给我10几万块钱。我感觉的这个生意比传统的更好，这个钱马上到手了。上世纪末阿里巴巴的横空出世，确实对传统小商品营销模式造成极大冲击，有人硬挺，有人逃避，更多人选择潘真义这样的加入。当地政府没有坐看风云，随之就推出电商换市的政策，引导发展转型。阵痛持续了几年，可有着海量货源、集聚天下商人的义乌挺过来了。30万电商人才的培训计划，成立电子商务产业引导基金，以及启用义乌购、义乌全球网货中心等跨境电商平台。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探索，让线上义乌继续火爆。这里是有中国网店第一村之称的义乌市江东街道青岩流村，每天下午呢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村内的大道小路上，各种送货车辆是川流不息，快递员呢穿街走巷的取包裹，4000多家的网店露出早已包装妥当的包裹，等待物流公司集结和发往全国。而就在11年前，这里还只是旧农村改造后的普通新农村，远没有今日的活力。当时由于附近市场搬迁改造，原本租住村民房屋的大量商户搬离，住房空下来，收入失去了，怎么办？村两委也想到淘宝，他们引来附近创业学生租房开网店，又在国内率先引入光纤入户工程，建立村级网商服务组织，提供从0到1的一条龙创业服务，一步步集聚了当地诸多电商和淘宝卖家，成了远近闻名的淘宝村。像这家企业呢，这个是电商直播运营中心，啊，它这个就直播呢，你看，
他这个在网络直播呢，你看专门为我们这个电商产品做推广。对呀、啊，在这么一种氛围下面，那么一些新型的这种电商模式，他都会想要入驻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离开国际商贸城回村开网店的马张良，就把线上线下结合到一起，网店加体验火遍淘宝、天猫、京东、速卖通等诸多平台。那么通过一种线上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引流工具引流，那么到线下来体验啊，哎，这个东西产品到底怎么样？那么我们想做一些口碑营销，能够更持续稳定的这种持续发展的这种事情来做。面对困境逆势上，转型发展争先锋，创新创业氛围浓，政府服务来支撑。坐在人先，让义乌保持了继续领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商，这个内外贸电商的这个密度啊，已经居于这个全国第一、第二位了。实际上是这个市场主体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能力和这个空间是无穷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在政策、制度创新上，怎么样服务好、配套好、支持好。互联网加时代到来，及浙两省都在积极加快应对。也在携手实现优势互补。就在今天，我省农村电商创业代表者之一的吉林省洮南市桃之宝团队正在浙江洽谈合作。事实上，巧打资源牌，加强政策推动，深化与阿里巴巴等合作，吉林省近年来同样涌现诸多淘宝村。农村电商能人风起云涌，跨境电商发展迈步全国前列。2014年上线的淘宝吉林馆，目前已整合756家农特企业，达成交易额近23亿元。通过产业的升级，然后那个高新人才的一个引入，形成了一种聚集的这样一个模式啊，值得学习。那么，打造我们吉林的互联网加流通加服务的这样一个模式啊，把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有机结合，探索一种新的电子商务的模式。比如说淘宝特色吉林馆、京东馆，这样的话包括跨境的电商加强深入合作，把我们这个农产品整合好，然后呢使我们的产品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陆康证实并介绍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被依法审查的相关情况。陆康证实，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涉嫌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已对二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现在这两个案件都分别在侦办之中。那么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呢，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辽宁省国家安全厅也已经分别向加拿大驻华使馆通报了上述情况。目前这两个加拿大人的合法权益是得到了保障的。有记者问及，现在一些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人表示很不安，担心自己也被拘捕。陆康介绍，2018年1月到11月，加拿大来华的人数达到了78万人次，也就是说，在加拿大3000万总人口中，每10000名加拿大人中就有210人来华，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中国公民赴加拿大的比例。我提供的数字呢，也能从一个方面可能能说明中国是不是安全，加拿大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相反，倒是可以指出，自从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的要求采取错误的行动拘押了孟晚舟女士之后，很多中国人都在掂量前往加拿大旅行是否安全。双十二刚刚过去不久，买买买再度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剁手青年们重出江湖，熬夜抢购，在逐渐加深的黑眼圈里，钱包也慢慢掏空了。近日，一些购物平台就发布了双十二趣味战报，一起来了解一下。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一样的冬天。北方的冷可以靠暖气加羽绒服妥妥搞定，而在南方，3层秋裤都不顶用，上厕所都得开浴霸。因此，暖宝宝秒变过冬必备神器。数据统计，双十二当天，阿里平台一分钟就卖掉30万片暖宝宝。哎呀，忘了买暖宝宝了，赶紧去买点儿。
除了暖宝宝之外，取暖类家电的电器销量也在快速增长，油汀、取暖器、暖风机的销量排名前三。身体暖暖后就得想想吃点什么，数据显示手机点单成为今年双十二消费者在线下消费的新习惯，手机点单的笔数快速增长，相较于双十一当天再增长34%，其中上海、北京、杭州成为手机点单热度最高的三个城市，而包子、粥、生煎锅贴、麻辣烫也成为最受大家欢迎的餐品。大家对双十二热度空前还体现在美食以外的其他生活服务上，数据统计，户外运动类消费同比增长46%，洗牙等医疗健康类消费增长了72%，而90后年轻人更爱投资自己，他们在教育培训上的消费同比增长了110%。不难看出，双十二已然成为被引爆的吃喝玩乐节。二维码支付横空出世没多久，支付宝又突然宣布了刷脸支付将会全面接管扫码支付了，以后咱们出门买东西甚至连手机也不用掏了，只要开通一个刷脸支付功能，购物结束之后将会直接从你的支付宝账户里面扣款。相比现在的二维码支付，刷脸支付的速度更快，只需要一秒就可以完成脸部扫描，而整个购物支付过程不到10秒。今后只要把这个形似台灯书本大小的小机器插在收银机上，马上就可以实现刷脸支付，不需要升级改造收银系统。第一次刷脸支付持有大陆身份证的顾客在屏幕上输入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码即可。它识别很快啊，本来我以为估计要几秒钟了，一秒都不到。手机没有电了对吧，去跑步啊没有带手机的，这种方式啊它使用都很好的。第一次我们的身份证的这个人脸去比对，比对完了之后我们会留一个特征值，转化成一种算法，然后通过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再来去比较你的脸，现在误识是1/1000的误识率。据介绍，即便多年以后相貌有变化，但算法仍可识别出人脸。对于刷脸支付，其他支付应用方也都很热衷。从本月的10号起，银联持卡人可在北京、上海多家商超体验刷脸支付服务，一年后将在全国范围开通刷脸支付功能。微信支付的刷脸支付脚步也没有落后，深圳家乐福、南京金鹰超市等零售商户均上线了微信刷脸支付终端。此外，京东的线下生鲜超市 7Fresh 也增加了刷脸支付。其实啊，对于刷脸支付我们并不陌生，在信贷等领域已是相当普遍了，但是刷脸支付在普通消费方面的运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方便生活的同时，刷脸支付在安全隐私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担忧。刷脸的过程当中啊，用户大量信息都被采集了，如果这些信息得不到妥善的保管，那么用户个人隐私极有可能处于裸奔的状态。支付巨头还需要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对用户信息进行安全加密，消除大家的质疑。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继续来看新闻。地铁车厢是公共场所，每位乘客都要遵守规定，维护车厢内的环境卫生。但是近日在北京地铁上，一名男子边吃小龙虾边把虾壳吐到地上，丝毫不理会巡逻保安和保洁员的劝阻。您妈，您甭吃啊，成吗？快两个了，两个这天刚打扫，您干这个，您在这吃地铁上这是。据刘先生爆料，12月12号下午，在北京地铁2号线上，一名男子在车厢内的座位上吃小龙虾，还将壳直接吐到了地上。巡逻保安看到后及时劝止，但是男子仍然无动于衷。保洁员上车打扫后，该名男子继续吃剩下的小龙虾。有乘客实在看不下去了，开始指责该名男子的行为。女乘客吧，其实越说他越过分，其实表示呢，说我扔垃圾怎么了？扔垃圾也没有人管我，扔垃圾我不犯法。北京地铁工作人员称此事属实，同时对记者表示，因乘务管理人员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够对男子进行劝阻。希望今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不文明行为，留给地铁保安和保洁人员的也不再是一地的尴尬。来看其他方面，
近年来，列车上的霸座事件屡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近啊，又有两起类似的闹剧再次上演。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的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强行霸占他人座位，而且声称我想坐哪就坐哪，态度十分蛮横，还出手打人。最后啊，该女子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问你，你把他车票找一找，车票。我车票呢？是你让他打的，而且他先打的。是你让他打的。您先跟人动的手，我让谁打你了？我动手了吗？我动手了吗？我动什么手了？我动手了。你动手了啊？别动，别动，别动。我动手是吧？别动了，行吧？你呀，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了，别动。来，哎，师傅，给我打死。170那是啊，170。我是个女的，一个女的喝多了，她涉嫌霸座，然后后面你有本事给我动手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给我打死，别动了，别动了，是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律也不会让任何人肆无忌惮的任性。无独有偶，在由武昌开往上海南的列车上，一名男子在车到站后霸在卧铺车厢拒不下车，而且拒绝补票，态度异常恶劣，严重扰乱了正常秩序。据了解，旅客罗某打算乘坐火车去上海，但他购买的是一张武昌到鄂州的短途车票。列车到达鄂州站后，罗某待在卧铺车厢拒绝下车，不仅不补票，还大声辱骂列车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巡视车厢，每位旅客我们都要看一下，因为刚才有人反映他凭什么查我车票啊？我凭什么不能查车票？你凭什么查我车票啊？我有权利看您的车票吧？你滚！给老子拍拍拍！哎，什么人？老子犯法了，不要动，不要动啊！你干么子？你拍什么？拍！你把我的箱子拍了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我们交个意思，我们执行。你不要让，你不要让人，你不要让人参加公司局。他凭什么拍？面对罗某的无理行为，乘警将罗某带至餐车进行劝说。罗某到餐车后态度依然嚣张，拒不配合。卖的垃圾就应该垃圾下，我不让你下。列车到达黄石火车站后，民警将其强制带离下车，交由黄石车站派出所处理。谁说了算？法律说了算。什么？我说你法律是懂得太少了，知道吗？法律他不是个死的，是他能说话吗？法律说了算。目前，该男子因扰乱列车秩序，武汉铁路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给予罗某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不管是霸座、霸铺还是霸车，警方的处理结果都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对原则的寸步不让，也凸显了法治的尊严和权威。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不以物小而为之的重要性。目光转向深圳。2016年5月，深圳一名女教师周某在搭乘滴滴顺风车返回学校途中，被司机潘土金抢劫杀害。日前，潘土金被判处死刑。12月11号下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潘土金抢劫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潘土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被告人潘土金预谋利用开滴滴网约车载客机会，寻找作案目标实施抢劫，先后购买了变造车辆号牌的号码贴、水果刀、约束带、口罩、迷药等作案工具。2016年5月2号晚，潘土金携带作案工具，在南山区浪琴半岛小区搭载前往保安杀警的被害人钟某。潘土金见坐在后座的钟某是单身女子，又住在高档住宅小区，所以决定实施抢劫。随后，潘土金在搭载途中借机对被害人实施抢劫，并在被害人反抗过程中将被害人杀害。法院认为，被告人潘土金作为网约车司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钱财，并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被告人潘土金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社会影响恶劣，一审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前不久，河南南阳公安局民警在辖区内查处违法行为的时候啊，发现有一个12岁的男孩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民警当即拦下这辆车，对孩子家长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并按法规处以相应罚款。我也真大点小事儿开车，你这个这不是坐有家人搁这坐着，你该担当啊。
几岁了？12。12岁。嗯。18岁才能开车，知道不？经民警询问，驾驶汽车的男孩目前还在上小学，坐在副驾驶的是其父亲，是一名汽车驾驶教练。你这心怪大，你这会儿他要是开车，一会儿一个紧急情况，他掌握不住库存，得一把子。当民警强调，孩子个子不到1.3米，坐在驾驶室里视线会有障碍，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时，孩子的父亲却不以为然，称自家有2辆铲车，平时也会让他的孩子开铲车。路上出事我开铲车，开大铲车，开铲车都开几年啊？随后民警将男孩和其父亲带回交警队依法处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申领和使用驾驶证最小年龄为18周岁以上，身高最低为1.5米以上。根据规定，交警对男孩的父亲处以了1000元的罚款。咱们来换个心情哈，最近一条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一个小宝宝在吃枣，妈妈告诉他枣里有核，别吃中间，要转圈吃，结果这位小朋友的操作可爱至极。转圈吃，有核别咬中间，转圈吃。接着来看两个可爱的小家伙。上海动物园传来喜讯，非洲狮子王辛巴喜获一对双胞胎公主，荣升父亲了。在饲养产房里，两只可爱的小狮子漂漂和亮亮正躲在妈妈的怀里，时不时地探出小脑袋，萌萌的样子惹人喜爱。目前两位小公主刚刚满月，母女健康状态良好。为了让狮子妈妈有充足的母乳喂养两位小公主，饲养员每天都会准备牛奶、羊肉以及维生素钙片，保证营养充足均衡。预计春节之后就可以回到狮虎山正式和游客见面了。新闻早报热点全知道。国际方面，被控潜入美国最大的拥枪协会从事间谍行为的俄罗斯公民13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认罪，承认自己曾试图影响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反击，他是因在美国遭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现年30岁的布蒂娜今年7月遭到美方逮捕，美方宣称她作为俄罗斯特工潜入与特朗普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并游说协会成员试图影响美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华盛顿联邦法庭上接受审讯的时候，布蒂娜承认她是在俄罗斯政府的指导下与一名美国共和党的政治顾问进行合作，并且执行任务。另外，他还被指控利用其在美留学的身份，于2015年到2017年间渗透对美国政治有影响力的组织，为俄罗斯争取利益。布蒂娜最高可被判处5年徒刑，服刑期满将被驱逐出境。对此，布蒂娜的父亲回应称，布蒂娜在美国监狱惨遭折磨，目的就是摧残他女儿的意志。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天也表示，布蒂娜是屈打成招。渴望在太空中俯瞰地球、体验失重状态的人们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当地时间13号，维珍银河公司完成了有史以来最长的火箭动力飞行，将首批宇航员送上了太空边界，并且最终实现了安全降落。13号早上的7:11，以喷气为动力的伊夫号母船搭载着联合号飞船，从美国加州沙漠的莫哈韦航空航天港起飞。当到达12000米以上的高度时，伊夫号释放了联合号。两名宇航员随后驾驶飞船进行了持续60秒的试飞。美国空军和其他美国机构将海拔80公里作为外太空与地球大气层的分界线，在达到了大约3倍的音速之后，联合号冲上了82公里的海拔高度，在微重力环境下做了一个缓慢的后空翻后，飞船转身降落莫哈韦。Well, we've been to space,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for 14 years since we started Virgin Galactic. It's a historic day. I think it's the first commercial spaceship company to actually put people into space.
维珍银河计划使用能够容纳六人的火箭，将付费的旅客送上太空。来看俄罗斯一家电视台最近闹出的乌龙事件。他们先是在一档节目中展示了一款据称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令人叹为观止。可是没过多久又发表了一篇声明，令人大跌眼镜。近日，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市举办了一场科学论坛。在论坛开幕式上，观众们看到了一款名叫鲍里斯的机器人在活跃现场气氛。这款机器人可不简单，不仅会走路、会说话，还能解数学题，甚至跳舞。然而，俄罗斯一家电视台在报道中称，鲍里斯是该国最现代化的机器人，这让电视机前的观众误以为鲍里斯是一个真正的机器人。不过，报道播出后不久，网友们便开始质疑这款机器人不科学。机器人没有传感器，也没有扬声器，跳舞的动作也非常古怪，更像是一个人故意用笨拙的动作模仿机器人。13号，这家报了假新闻的媒体最终承认，鲍里斯其实并非真正的机器人，并撤下了发布在网上的相关视频。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有趣的国际线吗？赛车和游隼谁速度快？10号，一辆电动方程式赛车与一只游隼的竞速赛在沙特上演。赛车后面悬挂着游隼的猎物，好让它追逐赛车完成竞赛。游隼是飞行健将，捕猎时飞行最高时速可达390公里，俯冲时时速更可达到460公里。不过最终却还是这辆电动方程式赛车赢得比赛。这一幕发生在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1号，四只小白鼠突然闯进了哥伦比亚议会大厅，吓坏了在场的议员。在拉美，老鼠被视为小偷和腐败的象征。当地媒体报道称，这几只小白鼠很可能是场外抗议者放进来，故意干扰议会的。跳伞运动惊险刺激，不是所有人都敢于尝试。不过在澳大利亚，这位102岁的老奶奶艾琳就勇敢了一回。9号，艾琳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从43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艾琳说，除了感觉到风不停地拍打脸颊，其他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最终艾琳成功降落，成了世界上最年长的跳伞爱好者。2016年，艾琳曾第一次尝试高空跳伞，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她的100岁生日。文化吉林，追梦中国，吉林文投集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下面来关注全省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全省晴转多云，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也欢迎您继续收看吉林卫视稍后播出的党建新视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